清洗机啊，现在天气冷了，只要把缸铃放进去就可以了啊。现在打开开关，它可以清洗塑芯的时候啊，它可以调速的，快也行慢也行啊，调快调慢随便你啊。它在清洗的过程中自动在翻转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压力都很大的，很大的压力的啊。它清洗了之后，那个石膏粉呢，它就顺着这个口袋。